柔，柔我们客家话叫做亲，亲，亲要亲。小朋友，你要记住，等一下我有奖征答，会送小礼物哦。客家话，我今天这个一堂课的课程，再怎么样你客家话要写几句呀、啊、哈、哦。来，第一个，这个叫醒灯饭，我一定会念的。醒灯饭，醒灯饭，拱饭，拱，嘿，拱饭就是你这边。来，这个是会，这个叫拱饭，这个叫醒莲饭，对，这个叫醒莲饭，醒莲饭它这个是苦瓜，那个里面是南瓜，它是南瓜包啦，它是南瓜包哈、哦，来，大家来醒莲饭，醒莲饭，拱饭，拱饭要学哟、哦，等一下有奖征答，有小礼物哈，好。有软好吗？有软的冬瓜吗？冬瓜有冬苗吗？有没有很软？哦，很软叫做冬苗，冬苗哦，两个都要揉，那个是两份哦，要分开。对对对，要一个一个揉，一个一个揉哦。好，我们现在开始操作了。你看，我早上啊，老师都给你上了油，我不上了油。